们一边说说，上学上的好长时间没回来了，今个两个月回来了，上周外来了。我来了还专门切西瓜，你看这个，你那也不比这一家原来问题，是。那吃那吃，对吧？我这我吃吧吃吧，给衣服。不允可以，不允可以。还吃吧，吃吧。啊。你坐着坐着吧，坐着不要拘谨，跟当自己家不一样。坐着吃吧。这西瓜还得练，练啊！你说，你这种专业给你切成甜西瓜，绝对是甜甜啊！啊，差不多一回也是花好钱了。那不是，还要来点这个西瓜，西瓜包。俺人家是人家我，说说这哥那这咋？人说这我比根儿。八八百。咱俩还有比啊？那个。那俩不用比，那比你那还比厉害，就是的。不是，我看还要越别人我当还是，要看当我就当上去。来，这是要大，这俺俩也俺俩也没有咱当不了的比格。咱们大肉也吃的完嘞。慢着。对吧？你别比了，这比也不联系，你比的。哎呦，明显差距是呗。那是。不用比了。就是的，不用比的我。啊。你光。不用，不用我光呀。我就是我讲他那点儿，可能也都。对，也是。你别比了，你叫别当黑那份儿，当黑什么都是味儿。越别人我当女人，你说。别人当媒人。别当媒人。哦，应该是呗。嗯。这时候呀。这时候你当人坐着。到人坐这边来，叫叫马头人，准备这嘴巴又张了，是呗？没有跟你一比都张啊，都张张不张了？对对对，我这我都是一个一杆秤，回没回来了，我一比都知道该长几公分。那瘦不瘦？我不难受。哦，那瘦就是，就是瘦是。你别比脸啥时候，你这比你在外家也是最低的。自然最低的，我说。我这是比我别人蒙鱼还挑蒙鱼，挑蒙鱼在这比挑蒙鱼。蒙鱼往天干比吗？天好高，天好黑还比高有的了。高呗，高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衣服你不叫娘头比，咱都正常哎，往天看，正常往天看。他那还提起其他人往前扬，一根头来人往前扬。这是优势啊，高的。高，蒙鱼比你高。你高。我家伙，这俩还要待好长时候没有回来了。这不办那时候，平常时候在我们家给你在那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可是关键。那时候又睡，在我们家也从头睡睡睡，俩人睡着了，一个补起吧，补我屋里床，这是补不得了。这是该补补的嘛，就。八层啊，这桌子有多少斤来吧？我说一百二。一百二可不能啊！你这你进一百五啊！哎呀，试试倒是来哥，这不哎，这个张老板儿，还两个张我老板儿，敲腿儿。哦，妈！我说啥？我说，往后了，你要往这高处长嘞，往土路长嘞，一个儿跟高，我那些尖儿，是呗？俺说什么就是俺土高，说就是在往土路里长了。长一人不粗嘞，那个儿高150，光说的。你不错，你就是上。我主要是对，主要是岁月催老了我，催的我把我催的。对，年轻时候也挺高。年轻时候多高啊？是不是？老来出来，这是最老的。三十什么时间？姨，俺姨夫年轻时候是不是挺高？可高。哦，那时候高。是不是姨？没吃地瓜了，你看，他除非人家。你俺说比你高一点。他咋不比我高呀？光说叫那叔叔比我高一头，本身孩子比我高。你还比我还高嘞？你不看见那呗？你还高嘞？哦。贵呀。长得又高又帅，就是有点瘦的一点。哟，长长那矬都来了。坐着快吃吧，赶快吃吧。坐着吃点啥？对呀，这蒙一块吃吧，然后去了我。你看呀，蒙一，请坐。谁当 please？ 俺蒙一个知道。啊，这个你也都知道。
你说说，一车骂人，骂人，一车骂人，骂人是啥？吃地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西瓜是 watermelon。啊 ，watermelon，eat watermelon。Thank you。No thank you，no thank you，no thank you， 吃八个。你还对着英语是呗？对，还就是你还挺简单。控制我点，我这是英语，就是小是呗，小英语呀。哎呀，这也待一段时间。叔叔，你这回待好长时间没回来，这回放假了。还跟他放假回来，二天放假了，你看在这住的。就跟小英没回回来了，可接上来说天天的。然后天天让姥姥娘一起。主要是小时候都这么在这住。啊。一说到姥姥娘那边给抬去了，问吃啥的，吃啥的，吃啥的嘛。你说这是呗？你这长这一百分儿，吃俺家粮食吃半箩的。吃半箩，基本上都是一多少岁就经常当着。嗯。这俩人也给从头再走呗。岁数比我还大，说的。嗯。